按下这个底下里面，它就是鼓，我知道，BGM什么的，然后贝斯你想大一点，按这个你就调上面，知道，这就是 Q click。 你作为就是第一个妆发完投入工作的人，感觉如何？感觉挺充实的。<笑><笑> 所以你们平时的那个妆发顺序是怎么定的呢？妆发的顺序之前是，比如说如果很早很早那种工作的话，我们会在群里筛骰子。啊。对，通完骰子之后，谁的点数最小谁就先来化妆。但是今天的话是通知，就是妆发老师挺够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就大家一起来就行。 今天也是满满当当的一天工作嘛。感受如何？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当然是非常期待。那这次也是因为疫情，然后推迟了你们的巡演吗？对啊。我还觉得挺遗憾的。很可惜。嗯。不开心，不快乐。我感觉是没法给大家带来我们新歌的演出，心如止水。为什么？ 静了，就觉得一次次平静之后的那个室外是吧？就很特别期待之后，然后得到这个消息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那种感觉。失业了，<笑>你会有这么严重的感受吗？我们这一行不就是吗？赶上你们这个发新歌的时候，本来巡演然后唱唱新歌还挺好的，就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？当然，不是，主要是。 其实作为创作者，大家心态就是，你刚写出来那股劲儿是很够的，你表达也好，把这个状态、这个情绪带给大家。然后你听自己歌，你老听都听腻了，然后还没开始巡演呢，这怎么办呢？对吧？就是你那股劲儿已经过去了，就是有点像歇过劲儿了。你等疫情情况慢慢的。 有所好转，肯定是会复进行嘛。但是您感觉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别的好的感觉。去带给那时候的巡演。那是也是现在也是想找别的方法进一步粉丝是吗？对啊。就比如说今天的。比如说今天这个直播演出。 那有关注到就是粉丝在网上的一些比较失落的情绪吗？有，上次北京场就是因为这个取消了，然后直到很多粉丝从外地赶过来看，结果取消就，哎，就是心里也挺不舒服。嗯嗯。嗯等疫情稍好一点，我们还会有巡演。对。所以说之后如果说那个巡演可以再开的话，会想说准备什么特别的小惊喜，然后给粉丝吗？ 搜了一个小时，<笑>让粉丝看个够。可以可以，非常好。来来来，是樱花来了。樱花和腊肠都来了。之前它掉毛的，之前它直接给我，它把。
屎直接拉在我的床上。哇，那你这个经历。我当时在那个啥，在节目中的时候，我们寝室当时我张扬还刘洋刘俊杰住一块儿，然后我们就把他抱我们宿舍了。然后刘俊杰给我这样一下扔床上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你把人扔床上给我拉上面怎么办？”我赶紧把它拿开，刚一拿开，底下两粒黑色的屎，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当时小小的好玩，现在有点胖了。啊，怎么现在说我们樱花不好玩了吗？没有注重身材管理，还掉毛呢，掉毛了，你看。你们都第一次剪发？这我第一次剪。那真的是要跟那个顶流大大比较开心。我们要抚摸这么大的破麻辣之后有什么感受？它跟我毛差不多。来来。我们俩撞衫了，靠住了啊，靠住了啊！就我年纪轻轻开始，就有那种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别！什么历史性和解时刻？怎么回事？你放老远呀你！跟镜头前的跟他打个招呼。Hello, Big Bang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水果星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，你还没有下班？啊，哎，他尿在我裤子上了，他把屎直接拉在我的床上。哎呀，我说我大腿怎么这么烫呢？我们需要技术暂停。我真戴痛苦面具了，我服了。啊，最后我们感谢两位，就是霍麻辣还霍樱花两位顶流啊，两位前辈给我们来助力我们的新专辑。前辈老师。然后他们也非常喜欢我们的新专辑，然后希望你们也能买。